意大利肉酱面、猪排咖喱饭，明明听起来、看起来都有肉，却不是荤食，全是素的。素菜不止仿荤食，甚至有人说比荤的好吃，尤其是青菜类。简单的炒苦瓜、烫青菜，素食店业者用盐巴或是酱油来调味。但网络上有人说，素食上是莲藕，料理方式清淡却层次丰富，食材清香绕齿，久久不散。素食料理是不是有什么诀窍？都是炒青菜，味道差很多。曾在素食店帮忙的人就分享，有特殊的味精，原料号称香菇、昆布一类的。要炒的应该是，我们是没有用那个东西的，只我们只是用的那个凉拌的。这样炒菜我们只有那个。用那个盐巴而已啦，盐巴它能弄那个，其实本身那个味道，如果你味道如果那个调味料如果太重，会压过本身的那个素菜的原味啊。素菜有多好吃，看看大展妈绕境期间，严清标沿路素食美食吃个不停，一口接一口就知道。素食店里的炒青菜让网友惊艳，就是特别好吃。市面上也确实有素食香菇精、昆布精来做素菜调味，但业者强调，吃素的人讲求健康，吃的清淡，重点是食材要新鲜，吃食材本身的原味。三新闻，蔡文燕、温清源、台中苗栗采访报道。